谁？那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不起。开始。你好。玩的怎么样？啊我。不错，对呀。不错，嗯，大家好。你今天做什么？没有功课。我觉得我没有功课。哦，没有功课快乐。对呀、啊。嗯，我今天去买东西。为什么？有，因为我要东西。好吧。你陪我一起去吧，行不行？行。行。可以买东西。好，买东西快乐。我可以开车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。可以开车。可以开车。谢谢你。哇。嘣嘣嘣嘣。啊。嘣嘣嘣嘣。不好听。哎，我刚刚想起来，我没有，没有什么汽油，汽油，对，没有汽油。好的，哎，我不想走路，不想走，就上电。哦，或者我们去坐公车，行不行？啊，行。好，可以。还是好。你想买什么东西？我想买毛衣。毛衣啊？毛衣呀，很漂亮。很漂亮吗？对的，漂亮。哦，对，这个东西很漂亮。漂亮是漂亮，但是这个呢？不舒服，夜里不舒服。不舒服。对。好吧。你想买什么？这个呢？哇，纸条、浴巾，非常舒服。真的？对。怎么样？这个东西。对。舒服，可是不好看。不好看吗？对啊。是浴巾。没关系，好看。很便宜。很便宜吧？你说的很对。对啊。因为安全是第二。因为纸条、浴巾太长的。怎么样？这条不好。好，你想买什么？我想买一瓶水，可是我喝死了。喝水的杯子吗？对呀。你为什么喜欢？很漂亮。没关系。我这很穷。我不喜欢穷，可是。我不喜欢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我不喜欢，因为这个牌子不好喝的。不好喝的。是不好喝的。真的。对。是，就是。很好的，这是很好的，名牌。你是风光的，我们不是朋友的，再见。